你这么多钱到底要干嘛？而且又要领现金，你，哎，你说。啊、你这么年轻在做中通买卖？年仅19岁的廖姓车手戴着金戒指，西装笔挺，神情却十分的慌张，因为他正要提领高达51万的现金。女警盘问之下，他随口胡诌是要做松柏买卖，引起怀疑。看一下松柏买卖到底是类似什么样的东西呢？拿出松柏的照片，想要骗过女警，以为精打细算，但越讲越心虚。你说你输了那一笔钱啊？眼看快要被揭穿，车手还赶快打电话改称是朋友赌博输钱才来领钱，但车手的身份早就败露无遗。廖姓车手缺钱加入诈骗集团，而有一名上游车手头好好笑躲藏幕后，只为他领取51万的现金。会露馅就是因为这笔现金，车手说辞反复，前后都不拢。女警查看手机后才发现遭到遥控犯案，手机内的犯案群组还取名出入平安。诈骗集团上游好好笑领钱过程不断的追问现场的情况，一听到车手说有警察，果断放生车手，直接离开聊天群组。车手带回派出所以后，经过仔细的一个盘问以后，那车手承认当时在网络上应征工作，然后经过车手的一个指示，然后去提领现金。以为是民众被诈骗，没想到却抓到了诈骗集团下游。警方也要追踪这名好好笑，要让他们再也笑不出来。记者新北综合报道。捍卫言论自由到底，抢救中天，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，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YouTube 频道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